Hello,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NC Channel. 我是 NC 小叶哦。那这个偷懒了好一阵子，没有做一些相关的影片哦。对，就忙着在玩游戏哦。对，所以今天呢，就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我们第一季的季中更新的相关一些内容哦。这个 blog post 这个是9号嘛，就是两天前哦，两天前应该也算是一两天前、啊，对，时差算一算，但是一两天前发出来的哦。那没有第一时间做，真的不好意思哦，干玩得太凶了。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好好跟大家讨论一下，看一下呢，我们这个第一季后半段的季中更新将会有哪些东西出现在我们的《决胜时刻》现代战争二、窝中 2.0 以及 DMZ 哦，对，三个模式都会有相对应的更新。好，那废话不多说，赶快下来看哦。那首先呢，就是这一个 patch note， 这个不是 patch note 啊，这个 patch， 这个季中更新什么时候会正式上线呢？哦，上市的时间呢，会是在我们这边 GMT 加8。的早上凌晨两点，15号的早上凌晨两点，12月15号早上凌晨两点了。对，这很重要，跟大家讲一下哈，这个不是我们的时间啊，换算成我们的时间会是15号早上凌晨两点，就是礼拜四的早上凌晨两点了。所以如果网速不够的话呢，你可能要这个记得一下，就是可能15号早上出门的时候记得按下去更新哦。对，因为目前好像还不知道它多大的样子。对，好，那再下来呢是我们的双倍武器经验跟双倍角色经验的这个活动，对，就是跟随着我们这个游戏更新哦，这个同步会推出的双倍经验值活动。所以如果你是角色等级还不足250或是枪支还没有满的，记得要把握这个时间赶快去升一升。那是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呢？是从我们的12月16号早上2点一直到12月20号的早上2点哦。对，这段期间是有这个双倍武器经验的。那如果你是 PlayStation 的玩家的话呢，你更新的当下就已经会有双倍经验了。那如果你是 Xbox 或是 PC 的玩家的话，要再等一天才会有。对，那他们的政策就是目前就是先这样子哦。对 ，PS 该而至哦，但是快分裂了。好，那不是我们今天要谈的哦，所以就先告诉大家这个东西就可以哦。OK， 那讲完了这个双倍经验的这个活动哦，我们就直接来看有哪些重点的更新项目哦。首先是第一个哦，是我们的突袭篇章。哎，没错，我们第一个期待很久的这个特种行动的突袭篇章第一章要上线哦。那可能会有一部分的人还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简单来说，这个会是单人剧情的后续的一些发展，就是衍生的一些故事哦。所以算是一个比较大型的合作活动。目前就官方的这个叙述看起来会是比目前我们可以玩到的特种行动的那些合作模式还要再更大，有点像是就是特殊的一张的这个单人剧情的关卡，但是你是可以跟你的朋友去做游玩的，所以大家其实可以比较期待这个算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合作模式的体验。对，所以这边就是第一章哦。好，那我们这个原子城市呢将会是我们的第一章的这个突袭篇章。那简单来说，他这个背后故事就是他们要去找到他们这个失踪的一个小队哦，所以我们要跟着普莱斯、法拉赫还有我们的 Gas， 我们的加斯一起去这个神秘的地下碉堡里面去找出这个隐藏在背后的秘密之类的。对，就是一些背景故事的设定，反正是一个比较大型的合作模式可以去游玩哦。我个人是还蛮期待这个东西的，因为就目前游戏里面的合作模式来看的话，其实整体内容偏少，也比较乏味。但如果是做成这样像剧情演进推演式的一种合作模式关卡的话，相信会好玩不少哦。所以最近大家也可以这个花点时间哦，去升级我们的这个合作模式里面的那些装备哦，突袭装备那些 kit 不是有三种不同的兵吗？什么医疗兵、突袭兵跟一个什么，我有点忘记了。对，有点久没有玩，对，但是大家可以花时间去升一下。因为在这个突袭篇章里面是会用到那一些能力的，那些被动是会用到的，所以大家可以先去升一升这样子。好，那比较重要需要知道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如果你想要玩这个突袭篇章的话，其实它是有一些限制条件的，你必须要先完成一些任务以获得这个存取突袭的这个钥匙哦。好，那就几种方法，首先是完成特定的每日挑战哦，在这个多人或是合作模式里面完成特定的每日挑战，或者是呢在任何一场的窝中 2.0 的这一个游戏中排名到前20，或是在 DNG 里面使用这个最终的撤离直升机撤离，然后你撤离的同时身上要有3万块的现金哦。对，那就是这三个
完成其中一个之后呢，你就可以有这个存取突袭篇章的这个存取权，那可以跟另外两个队友，因为这是三人合作存取这个突袭一周一周的时间哦。对，那他这边没有特别讲是这个一周完之后就要再重新拿一次这个存取权还是怎么样哦。对，但是应该是这样子啦，因为他是说完成一次之后只有一周可以去做这个游玩，所以如果过了一周之后，你应该就要再完成一次才可以再去这个突袭篇章里面哦。反正就是这有一些先制的这个条件必须要先去完成就是了。对，那整体来说不算太难哦，这是应该算是挺简单的，所以大家不要忘记哦，不要到时候游戏上了一直在那边传讯息问我说为什么不能玩，为什么不能玩，我买游戏我没买游戏是不是因为怎么样哦？不是哦，是因为你没有完成这以上这几个条件，大家记得一下。好，那再下来呢是多人的部分哦，多人是大家期待已久的装卸货场将回归哦。那这次的装卸货场是会在一艘船上面，对，一艘货轮船上面哦。然后这边这个官方的 patch 有提到，以前就是在别的版本的装卸货场哦，你可以利用一些地图的 bug 跑到地图外面哦。但如果他们说，如果你尝试在这一次这个版本的装卸货场中做这种事情的话，你就会直接掉到海里面去哦。对，就是算是官方的直接跟你讲说哈，我直接把外面设成进入区啊，看你怎么跑。好了，不是重点了，反正装卸货场要来了。然后有说呢，有他专属的这个 playlist， 在接下来的记忆的时间里面都会有一个专属的。像目前攻坚练习场这样，就是只玩那张地图的这个游戏清单给各位。所以如果你是迷彩还没有解完，或者是你就是想要这个体验这种混乱的感觉的话呢，也不要错过我们接下来登场的装卸货场哦。好，那这边呢就是这个圣诞节风格的这个装卸货场，这个比较没有什么提下，反正就是特别装饰版本的季节性的地图。好，那再下来的就是我们的大地图模式哦，窝众还有 DMZ 哦。那这最新的一个东西就是 DMZ 里面一个全新的地区，叫做我们的第21号建筑哦。我还不知道中文翻是翻什么，但它就是叫 Building 21哦。那这个呢是一个秘密的生化研究室哦，它代号叫做第21号建筑，反正呢就是一个全新的这一个全新的地点哦。那目前有里面有什么东西是还没有讲。就说呢，这是就是比较这个大家他每次都在讲的，就是最强的这个特战兵才可以生存啊，然后里面是最危险的区域什么什么的哦。然后他这里有讲到一句，就是说玩家需要一个什么东西来存取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哦。这边他是把它码掉了，所以这可能是要我们自己去找的，可能是类似的一些彩蛋相关的东西哦。对，那他里面有讲说，在这个建筑物里面会有比较高等级的违禁品。哦，在他的那个保险箱啊，或是特殊区域里面，用这个钥匙卡就可以去打开哦。然后还有一些隐藏的秘密在里面哦。这边讲的就是很隐晦啊，就是大概给你讲一下，有这个 Building 21，那里面有什么东西呢？就需要我们自己去找，自己去发现哦。所以到时候游戏正式更新上市的时候，大家也不要忘记去里面逛一逛。那接下来是我个人觉得非常非常好玩一个东西哦，叫做 Warzone Cup。那相信最近大家世足赛都是很疯很嗨嘛，对不对？游戏里面有那个预测。哪一支队伍会赢？有送蓝图那个，对不对？对，我就是除了平手之外，其他我全部都预测错，都什么都没有拿到，就只有拿他保底的那些东西，非常惨哦。不过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全新的模式是呼应世足的哦。那看张图，大家应该就可以知道，没错，我们会就是扮演我们自己喜欢的特战兵，然后开着这个 ATV 的这个车子哦，要去撞球，基本上有点像是 Rocket League 的这个版本哦。如果你有玩过那款游戏的话。对，就是我们要开车撞球，一个很特殊、很有趣的这个小模式哦。我个人是觉得还蛮期待的。它里面还有说可以用这个电棍啊去干扰敌人啊，然后车子有这个 pose ability 哦，对，可以去撞球啊，或者把球震开之类的，感觉是挺好玩的哦。个人也决定是它正式出的时候要去玩一下、哦，真的是挺有趣的。这边跟大家告知一下有这个模式的存在哦，如果到时候上了也不要忘记去体验一下。那再下来呢是迷你大逃杀。迷你大逃杀如果玩过一代的人应该知道，就是比较小的地图，比较快的缩圈节奏，比较少的人数。所以说如果你不是很喜欢目前大逃杀比较慢一点点的节奏的话呢，玩这个节奏的话会更快一点哦。这一场大概时间大概是砍半或是六成左右的时间哦，整体节奏比较紧凑，一场的结束的速度也比较快。好，那到这边呢差不多就是窝中 2.0 这次季中更新的相关的东西哦。比较少一点，对，比较少一点哦，但是就是对，他就是目前只有这样。那接下来呢，就是有两个新的特战兵啦。首先是我们的 Gats 哦，我们的
Kyle Gasgarrick， 他将要作为特战兵加入到游戏里面。那这边比较有意思的一点呢，是通常这种特战兵加入的话，你都需要买这个组合包才可以解锁。不过这一次呢，这个 Gas 的解锁方式是完成我们的原子城市的这一个突袭篇章，就可以这个解锁他其中一个 skin 哦，其中一个角色的造型，所以算是还蛮佛的，而且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决策哦，就是让大家有办法去真的是体验到这些特战兵，因为说真的，这些特战兵其实真的在玩的时候意义上是不是很大。对，但是我觉得全部都锁在这个组合包背后是有点不太妥，至少这种经典角色应该是要给大家用才对哦。所以如果你真的很想要玩 Gas 的话呢，就记得要去完成我们原子城市的突袭篇章哦，就可以拿到他的 Convoy 的这个 skin 哦。那当然呢，刚有讲到组合包嘛，组合包里面的 skin 也是不会少的，所以如果你想要买其他的呢，也可以去我们的商城里面看一看。那下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克劳斯哦，他也会加入到我们的这个特战兵行列里面，但是呢这就比较单纯了，就是一个特战兵哦。那解锁方式呢是只能用买的，只是我刚刚讲的有点糟糕这个决策，不过至少 Gas 可以透过解锁的解锁到，是已经很不错的啦，比起往年已经这是给大家福利很多了。所以呢这个就是另外一只角色哦，那不是很重要，这边就不再特别多做介绍。那接下来是比较这个重要的东西哦，就是新武器的第一人称射击游戏里面最重要的新武器哦，这是我们的这个 Honey Badger 哦， Honey Badger 就是我们的蜜獾的这把突击步枪哦。那他这边呢就讲说这个是他有内置消音啊，然后是这个高动能但是低弹数的这个次音速子弹，点 300BLK 子弹。对，反正就是介绍一下这些枪支。那他们有说他比较像是这个 ME3B 的消音且快速射击的版本，对，因为它跟 ME3B 是同一个武器平台的，基本上算是 ME3B 的变体哦，在这边就官方的叙述看起来，对，但实际上怎么样呢，还是要玩过才知道。不过他这边有说，比较需要注意的是，它的交战距离会是中至近距离哦，所以它应该不会是一把在远距离可以有良好输出表现的突击步枪哦。就目前 ME3B 的状况看起来的话，这把应该也不会稳到哪里去。对，所以打中近距离呢是非常合理的一个推断。好，反正呢这个最后解锁的方式呢是透过武器的挑战或者是这个商城的这个组合包。那武器挑战是什么他这里还没有讲哦。好，那希望他可以维持这个窝中第一代后期的这个解锁条件的这个简单程度哦，不要再给我拿什么食物厂什么的哦，那真的是很痛苦。好，那中间的那些推荐的组合包我们就先跳过，反正也没有这个创作者代码可以输。啊，不是啦，就是组合包什么的，等它出了你再去看嘛。不过可以期待一下，就是一些兔年组合包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组合包。对，但是这个就先跳过。那其他比较重要的是全新的这个社交的功能，叫做群组的一个功能哦。那这个群组的功能就是你可以建立一个群组，然后一个群组最多可以到5000名玩家在同一个群组里面。那这个群组呢，可以按照各种不同的分类性质去分类，像是你喜欢玩 COD 的哪种模式啊，或者是你喜欢运动啊、电影啊或者什么的，这些其他生活中其他娱乐的这些方式也是可以去做分类的。然后再下来就是还有就是你们怎么玩游戏啊，就是如果说你要竞技类型的群组或者是休闲类型的群组之类的什么的，就是有各种不同的分类可以去做群组分别。哦，那考虑到目前它的 UI 设计有这个东西，其实我是还蛮期待的，因为这样会比较好找人，懂吗？就我可以弄一个，比如说实况固定班底，或者是这个要领武器的观众之类的什么的，大家就可以加到这个里面来，就不用一个一个在那边加什么有的没的，把这个群组的隐私权设成公开，大家就可以找到之类的。对，那实际上运作怎么样运作，还是要看一下。不过目前看起来这个功能加入，我个人是还蛮看好的，也还蛮期待的，所以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这个东西。OK， 然后到这边的话差不多就是这次季中更新比较稍微重要一点的东西。对，这个其他还有像是一些 CDL 相关的东西哦，这边就先不赘述。对，因为最近 CDL 发现一些很好玩的东西哦，我们 Major One 哦，这边可能大家平常没有在关注不知道，反正就是我们的职业联赛已经开赛了。对，上周，上周还是上上周我有点忘记，反正就是最近开赛了，然后
这开赛当天晚上第一天就有两队吵架，其实我个人是觉得还蛮吃瓜的啊。之后有机会跟大家讲一下这两队是为了什么吵架哦，那吵到后来又发生什么事情哦，相关的东西之后再跟大家分享。反正呢，到目前为止这边就是我们第一季季中更新官方给出的这个相关的更新内容。那实际上最后更新会有多了什么东西，之后我们如果有这个意料之外的东西，我们再跟大家谈哦。对，那不过大家先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就是有可能意料之外的东西会是 bug 哦。当然它 bug 一定会修哦，但是如果你有在做 coding 的话，就知道 bug 一定是层出不穷的、哦。所以这个对大家也可以留意一下官方的 bug 的 patch note 之类的。好，那反正就不要拖太长了，我们这次季中更新的相关影片就先到这边。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也欢迎你追随我的 Twitch 订阅的 YouTube 频道。身边有更多朋友都在自己喜欢相关的话，也欢迎将频道分享给他们。那么是小叶。I'll see you guys on the other side. Bye bye.